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大鲍鱼这么大，你吃过吗？哎呀，墨绿色的是它的内脏，千万千万不要吃，也不好吃，直接扔掉。往下拽，顺着它这个往下拽，牙齿摘下来，哎，剩下这个大肉啊，哎呦，嗯，一点不夸张，这一个大鲍鱼啊，一天的工资，嗯，是个小的，牙齿，嗯。